一种初恋的感觉，陶醉。你喜欢油腻的初恋呀、啊？不是，初恋的感觉，掏心掏肺。我现在还从这个味道里走不出来。哎呀，这个肠现在我现在才是第一重味道。哟，初恋、朋友们，你们去这个摊儿里面转一圈，把你们推荐的觉得最好吃那样东西拿来。我俩先来吧。昆明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都是那个鸡爪，鸡爪还有这个。哦呀，等会儿吃。这面是吧？对，豌杂面。哦，重庆的豌杂面。而且这个做法很多，是不是？就调料的做法很多吗？什么东西可以做？您这是什么呀？我是炒饭，咸鸭蛋，这个卤水。哦，这是什么鸡呀、啊？周肚鸡。卤煮哈，那份卤，这份卤煮是吧？这个是，这个叫火烧。对。哎，你们知道卤煮火烧？火烧指的就是这个啥呀？这个饼。把这个吃没吃过？吃过，我贼喜欢吃。我回北京第一口一定是卤煮火烧。先来口汤，我的天，然后再嘎子弄个肥肠。哦，你要在里边拿呀？是不是有点卑微了？它的原创都没有人给你做。来，想吃老北京的过来看。哇、哦！谁想吃？这是老北京的吃食。老北京，我选的猪蹄，这香啊！猪蹄怎么做？就是酱肘子卷饼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秉承着这样的一个大原则，我们不吃，我们就看他吃的香的程度，来感受美食的快乐。好，然后来评出这一轮的优胜者。咱们不是比谁吃的快吗？不是，就比谁吃的香。OK OK。哎呦，香的香的，哎呦，这香的，不赢了不赢了。你那香菜一看就不太香。PK 正式开始，开始了。哇，这个香！哇，这边是真的好吃啊！完了，我又倒回这边了。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的。肘子，酱肘子。很专业，还是带货的。哎呦！哇，这个香！这菜吃的好苦啊！怎么样啊，味道？感觉含泪在吃。至少我知道它好吃，但是能不能吃出幸福感？有点噎住了，老子！我贼喜欢吃卤煮火烧。你看他吃的多香！你看一下吃的多香！他都不想说话了，直接夸夸往嘴里塞。他一口不停的夸夸吃啊！哎呀，楠楠吃完了，楠楠。擦擦那个嘴，其实我觉得芝胜现在有点后悔，他盛多了。越吃没有，其实刚好。是吗？只是我没想到他这么快。有一种初恋的感觉，陶醉。你喜欢油腻的初恋呀、啊？不是，初恋的感觉，掏心掏肺。哎呀！哎呀！你这一辈子就这一碗了，就这一个初恋了。看，光盘行动，别留点。我也是第一次吃饭，身边围这么多人，有点紧了。芝胜都吃完了，有的一碗就够了，刚刚好。好，好，啊，棒！那楠楠，你推荐的美食是？我推荐的是春饼卷猪蹄、猪肘。我自己平时会偶尔吃那个，然后泡面是我觉得比较方便，然后比较好吃的那个。你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，没有对吃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。孩子也可怜，孩子可怜，可怜。芝胜看向镜头，认真推荐。
我现在还从这个味道里走不出来。哎呀，这个肠现在我现在才是第一重味道。哟，初恋，好像你恋爱过多少回似的，别吹牛了。哟，初恋般的卤煮火烧。初恋般的卤煮火烧。好，来，我们投票了，不用匿名啊。谁、你觉得他俩谁吃的更香？我投一个方便面，一个肚。对，我选方便面。你好。楠楠吃卷儿的时候特别香，一口。我投楠楠这个卷儿。两票。虽然你是初恋，但是我投楠楠。三票。我得投初恋。好，哎呦，这个吉祥的什么肠？春饼。四票。投你这儿。四比三。光光。楠楠。哇，绝色嘛。那个叛徒。你搂着他投他。对，我坚定的站在他身后。然后他投他。投他。好的，五比三。所以在第一轮的 PK 当中获胜的